皇叔子死了，我也不活了。老兄，你这是干嘛呢？哎呦！哎，事到如今，怎么连个破绳子都跟我作对呢？兄台有什么想不开的，跟我说说，切莫自寻短见。巧的命悬一线，老的一意孤行，手心手背的都是肉，却只能救一个。我能怎么？要我说，冥冥中自有天意，否则这好好的绳子又怎会断掉？虽然我不知道你所说何人，但兄台如今命不该绝，不如再从长计议吧，说不定我也能帮得上。你的好意我心领了，只是这事儿……哎，对了，你就是杨叔子那个宝贝三徒弟吧？先前你们师兄妹三人下山，我只见何止是认识啊，我和叔子那可是最情深意重的亲好友关系。小心！无常大人马上就到，还请乖乖受死。鬼跟魂无常所命，咱们又见面了。你的命可真硬，我们可不会失手的。轩灵，你太急躁了，这人妖不简单，好汉不吃眼前亏，我们还是黑白无常也不过如此。刚才是我们有些大意，不过此人中了我大哥的千尸万毒掌，十二个时辰内不解毒必死无疑。千尸万毒掌，打伤了轩灵不付出点代价怎么行呢？我劝你还是趁早给他找个风水宝地入土为安吧。告辞。
上官兄，多谢。你是叔子的徒弟，于情于理，我也不能看着你被欺负。哎，对了，刚才被黑白无常一打岔，差点忘了正事儿。这是叔子给你留的信，我本想着 一走了之，不过这也算机缘下尽了我的使命吧。哎，不说了。鲁师兄伤情甚重，两非寻常医术可救。为师此去藏兵，当尽毕生之力救之。此生自是无灾，有你兄妹三人，了无遗憾。切勿寻我，万事珍重。啊！你去哪儿啊你？上官兄，我得赶去藏兵谷，救命之恩，容某厚报。没白。